你让我说。你把门打开，咱俩好好说，行不行啊？啊？谁呀？大晚上不睡觉啊？不是，这是报丧的，这是。你谁呀、啊、你？哎，不是你谁？你抢劫啊你？你呀？不是你谁呀、啊？田经野。宝宝为什么哭？宝宝为什么哭？哎哎哎！宝宝，宝宝，你给我出去！宝宝。你干嘛你？哦，哈，你就是他蹲班房的前夫啊？哎，我说这是出狱了，重新回来接收老婆跟孩子呀？你闭嘴，别乱说。我告诉你啊，晚了，邵燕现在是我的人。宝宝也是我的女儿。田经野，你住手！你女儿，你女儿，你住手！哎哎，别打了，你住手！哎，哥，嗯，我这儿有点乱啊，你别介意啊。张总，啊，集团正好缺人手，要不到公司上班吧？哥，大姐合同也签了，以后公司有大姐、有你，还有田哥，用不上我了吧？我还是喜欢做点小生意。哥，不是，要干是你兴趣啊？嗯，到公司上班呢，也不是要把你框死，积攒积攒经验嘛，啊，摸摸做生意门道。以后对你创业有好处。嗯。我也不是逼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呗。嗯。大姐。喂，姐。晚上我做红焖排骨，来家吃饭呗，把那谁也叫着。谁啊？我大哥啊！哎，巧了，他正好在我这儿呢。大姐，叫咱去吃饭。有你最爱吃的红焖排骨。姐，你等一下啊，我问问他啊。问什么问呀？爱来不来？大姐说爱来不来。徐姐，排骨我做，好快点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哎哎哎，糖呢？冰糖？啊，都在那边。你帮我把这火点一下吧。哦。好。以上所说是否属实？是的。行了，过来签个字吧。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做进一步调查，你先回家等消息，但是要保证随时接受传唤。